是说我为什么会不相信没有圣诞老人？当然可以相信有啊，有，那是一个梦嘛。你怎么会讲人话啊？你是，那你能跟我对话，那你是狗还是人？你现在跟我对话，你认为你是人还是狗？我是蝎。我知道赵哥是不打女生，可是女生可以打赵哥。我觉得好老哦。也就是他发明的，你好老派哦。其实是你。请问为什么？因为喜欢我们都是年轻人。真的吗？真的的，就好比说你们两位也有很多年轻的粉丝喜欢你们。是。对不对？这道理一样，只是说我们的年龄层跟我们的一些国家，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全球华人地区的很多国家的人非常。我问你一下，你有法国的粉丝吗？有，每家一代很多。你只是每家、啊、你有办过签唱会吗？我们不需要签唱会就红了，你还要有签唱会才会红。哎，我红了十几二十年呢，你呢？没有啦，赵哥他没有制服。哎，对你有制服吗？我有乳房。好啊，不要再吵了，太不堪了你们。就刚开始先小小喝，喝个半杯，反正录一集喝半杯，以后开始越录越多，就越喝越大杯，最后就喝醉，喝醉照录照干掉，照样 ending， 就这样。我曾经有一集是就对了吐的这个机器吧，啊，骂了一句三字经，然后导播 take 回到三个主持人，他们傻眼，那庹宗康就讲一句很屌的话。好吧，既然赵哥今天都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就 happy ending， 就拍拍手，就这样，灯就整个拉暗就结束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要骂三字经？我喝醉了。我刚才讲我喝醉没听懂，你讲的你有在听人话吗？你要说什么啊？你要说什么、啊？是个蛮容易记仇的人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搞不好一开始真的不认识你啊。我上了多少次还不认识？哎、欸，你那个冷笑，你那个冷笑是跟谁学的、啊？会不会太老派？快点保护我！你走开，不然我会打你啊！快点保护我，撑一点，别让我来。握个手，握个手，他跟你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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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，偶像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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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乖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第一次握到你手，感觉过来嘛，过来，大气一点。攻击我！不会，我攻击赵哥怎么会攻击？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来来坐坐坐坐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弄了？我的气已经到这边了，再上来的话我会不知道。握手言和，握手言和。所以伟忠哥后来有交代说不要再请赵哥上节目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他都不是这样讲，他也是啦，就是他到底是还不是啊？不是啦，就是说他比较关心我，对，他也认为说节目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现况，不能常骂伤三字经。然后我也不晓得，可能就制作人听到这个命令，就一段时间没找我。大概多久？多久时间？一个半月，都没有你的消息了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又在同公司上下有上一个半月，没那么久，没那么久，顶多一个月。对啊，没有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没有，就差不多一个月，那一个月，然后制作人，这个老兵几个，为了这种无聊小事，一个月，一个半月，两个礼拜，重点，重点。好，一个月，那让我们讲一下是什么。脏话，脏话，我干嘛要讲脏话？我的重点是你故事还没讲完。你一直帮我打岔、啊，你一直不讲重点，我在帮你提醒你一下。不是、啊，你一直在帮我打岔，你在扭位，我打一遍你走一步。就在称赞两位，完全没有大字报，而且你们居然把我昨天跟他讲的事情，居然可以一项一项的很有条理的讲出来，所以非常佩服两位。你讲了什么？没有，真的。我现在很怀疑你听得懂人话，我现在真的很怀疑。我就跟你讲，是邪的。因为 Papi 你一定要有那个东西，真的啦，快快不行啦，可我不能跳太多哎。制作人说这边只要跳两个拍就好了，不然人家一个八拍，一个八拍，拜托。一个八拍哦。Papi， 加油啊！有。八拍不会，我只会这样。笑笑笑去死！我的舞团没来，我舞团来的话跳就更好。老人前掉了，但是又走不动。我的鞋呢？我的鞋呢？他太假了，我就假
在打交还是真的？怎么了？我们哪一集得罪你了？你们也不需要说跟我什么道歉，一定要，我还要录下一场。你这集道完歉，你下一场一定弄我弄回来，所以赵哥没关系的，赵哥我们这一集就会弄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等到能弄就弄，为什么要等到下一集呢？哎，工作顺利，他贴伟忠哥海报在房间，哎，你会不会在房间也贴我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？你慢慢等啊，你慢慢等，你慢慢等，我给你两张了，让你贴了，我不要。给你弄一点的啦，我就不要，就不要。你不觉得她漂亮吗？你根本就喜欢姐姐比较漂亮。哇哇，我比较喜欢姐姐。你去死吧！不要拦我！来，不要拦，就不要拦她，我看她敢过来，就不要拦，就不要拦她。好啊，那你欣赏赵哥哪一点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没有，其实之前我有一次上，好像去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赵哥都还没有上什么节目，他上那个国光帮帮忙，然后我第一次遇见，然后觉得这人超有趣。你们一起上节目？我们一起上节目。所以你都喜欢一些歪七扭八的男生？哎，什么态度啊？什么叫歪七扭八？你长得拐瓜裂枣，我都还讲你。哎，我多漂亮啊！你那么漂亮，你矮不隆冬，矮菜一肚子拐，就是你这种。你现在快秃头了，我再开个比方，眉毛都快秃头，我拿什么比方？你毛都快倒在脚上了，臭老人！你现在有老人味，我跟你讲。好了，讲真，录完你会不会想要跟人家要电话啊？他今天经纪人有来，我跟经纪人拿就好了。那、no, 不行，追女生要直接跟本人要，不可以跟经纪人。不会啦，我会当他自己是妹妹啦，不会啦。嗯，好，算一个开始。我们是兄妹情。对对对对，兄妹情也可以乱伦这样。你到底要不要谈恋爱吗？你长大真的心里有少女。你就一辈子单身死算了，你就独居老人算了。你就穷死饿死好吗？赚不起来，你最高兴吗？我死的话，做鬼第一个就是来找你报道。我第一个找你报道，我早把你收了，你每天把你吓死。不管是洗澡、吃饭、喂小孩，干什么我都在旁边。没有人跟伟忠哥告过你的状吧？应该有吧，只是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有。可是说被徐熙娣常常打去跟他。你也太烂了啦，你才脏嘞，你满口脏话，头发又乱，你梳个头再出门吧你。我如果记得没错，我这一场录完还有下一场，是你要不要考虑我就不要来录好了。我们这集我们下集还有他，那不录了，不录。你看哈，我的时段。有台那个节目叫做《黄金计程车》啊，他没办法上，我四月十三号就开播了，我基本上是跟你们对打的哦。现在我是快撞哦，如果收视率好的话就变成带撞喽。啊，是快撞啊？对对对，目前是快撞。每周几？每周三。所以也有可能播了五集就腰斩吗？腰斩！所以赵哥，你们男生真的有在归类说喜欢哪一部片的女主角吗？基本上是这样子，什麼因为看久了会喜新厌旧。之前是什么草莓牛奶啊？哦，那久了，那久了，那久了。你懂，你懂。牛奶啊？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看范导爱的。叫什么叫？我是说我没有经过那个过程，我没有那个过程。你现在是已经中听了吗？你不是自己讲话的？你会有胆子把他的作品拿出来给他签名吗？太吓人了，那全部是盗版。我应该对，我应该去日本买一个原版的，哎，来给他签。什么人？他看到盗版的一定会生气的。如果那一部片子男主角不优的话，就会想说啊，为什么不是？可是你也不优啊。所以为什么不是他？就是如果要不优的话，大家都可以上。因为他体力跟年纪什么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哎，这个是放的，然后你的女伴也在身边，你会看片子还是看女伴？我先会问他要看哪一种，我有分门别类吧。你看看，确定好以后再一起看。那如果说觉得恶心不舒服，那我们就不要看。OK， 那就可以有下个动作开始就去做了。尊重女方的心。对。那如果他一起看，看得很开心，如果讨论到我的身体的问题的话，啊，我也会老实跟他讲。你身体的问题。我也做得到，我也做得到。身体的问题。就直接明讲啊，是，那不难。这种事你们为什么看得那么淫秽啊？你都不懂哎，是因为你的脸。如果今天是李四端跟我聊，我真的什么都跟他讲。去死吧！
你们指望那些人跟你聊，你谁？你谁啊你？你要知道，艺人被喜欢是 OK 的，但是艺人喜欢艺人那更不容易。你是在对我讲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其实我希望你今天对我好一点。今天的那个粉丝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要搬着他们自己的小板凳，坐到他们的偶像旁边来。所以赵哥，我坐这边就好了。啊？我特别把这位置空出来给你。我坐那边，他一定会攻击我，才不会呢。不会。可以了哈。不是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到底要搬到哪里？你是跟阿咪老师，对不对？你要搬在阿咪那里。这是你的诚意度啊！不是诚意，那我帮你搬过来。加油，帮你搬过来。这样才是妹嘛！哇！那我抱你。我先把椅子摆好，再抱你过去。你现在体力还可以，我是要新娘抱哎。新娘抱怎么抱？像抱啊，捧起来抱，捧起来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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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。你速度不是我可以吗？我这样我不好。可以，没关系。他已经下了战术。还是赵哥，你要先练习一下吗？也可以。你现在宿醉不会给我摔在地上吗？哎，你放心，情愿我摔在地上也不会让你摔。小心小心，不是你要来了。你也是会先看到我吧？当然，跟漂不漂亮没有关系哦。其实明星不一定要漂亮，是他散发的那种魅力。你说我漂亮会死是不是？你可以再捏大力一点吗？真的吗？嗯，这比较没有感觉。高姐来帮我捏。今天我就跟他翻脸了。他跟他说他爱你，就是因为你常常让他一下在天堂，一下在地狱啊，就是从来没有让他有安全感过。对啊，是不是很难过？可是我知道你应该不是这种人，你私底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女生才对。我不是。什么禁忌？我知道吗？我说他认清我是怎么样的人。其实他这样蛮好，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弄，一直弄我会受不了。这情绪上，你到时候看你受不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有梦到过跟他拥吻吗？这次还真没有哎，那你会不会很？你脸可以靠他脸多近？哎，不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赵哥，你会很希望跟我做什么？我还蛮好奇的。带你出去玩啊，开车啊，去环岛啊，还是什么？环岛就这样啊？环岛，然后到旅馆住两个房间？当然不是啊，我要吃了你。你要死！我的意思是这样讲，对，你们两个都给我跳，那我就跳。那他跟你索吻呢？我不会接受。我说我好久没有了，你亲我，你亲我，你亲我什么的，我不会。你会？我刚才跟他说，赵哥，不要你，不要低估你自己。他说，冲了你这句话，我去跳。不要低估你自己，你真的是非常烂。人家为了你，不要怕没有效果，你随便做。人家为了你下场，你讲这种狼心狗肺的话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是你哦，我就算了。还是什么做到人？你看我会不会两巴掌给他？不是你就 OK。真的吗？他也今天那么多人，所以他怎么羞辱你都会。我有极限吗？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打我？不是，我想其实喜欢一个人是不会对他太那个啦，不会啦。真的喜欢你的话，你其实怎么弄我也是。那我也是，你不能一直这样弄我。我会。对，没有错，但是你一直这样，我其实蛮受伤的。其实我也很受伤哎，不然我身体随便的部位让你捏一下，我有那么轻浮吗？不要了，没关系，你捏真的。不要，他在等，他在等。基本上是你捏我快一点，你只可以捏，你真的捏，不可亵玩焉。你今天不捏，我们节目没办法进行下去。好，那这样就好了。你又不要捏。
所以赵哥，你爱小 S 超过爱大 S 吗？不是爱，其实是喜欢跟欣赏。因为讲到爱是不可能啦，他已经结婚了，就会蛮会开始注意他一些事情啊。那你以前在康熙的时候，我们帮你介绍那些女明星，都比不上你对小 S 的感觉吗？哇，那怎么比？不能比啊，天差地啊。如果我跟大 S， 然后同时都在你面前说随便你怎么样。你要谁？我不要再中这个圈。我绝对不再演那出戏。我不要，不是那不一样，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没有要跟我们怎么样，只是纯粹欣赏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很喜欢，然后就觉得你很聪明伶俐啊，那为什么会那么讨人喜欢？对我而言呢、啊，是这样的。哇、哦，好深情的告白哦。对啊，现在是要跪你低头是不是？不要了，其实这样就好了。不要是不是？要告白。我为什么要来录这一集？所以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对你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你那个刀子射进来那么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爱他的，就是爱的越深，伤的越重、啊。如果你今天不爱我的话，我讲什么话你根本不在乎，是不是这样 ？Hello， 所以他有对你耳朵吹气会怎么样？不好吧？不要这样。不是，你可不可以正常一点？你的形象给我看口罩的吗？是见准确，因为他太远，我那力道要大到他才感觉得到。我们两个这样跟人家那四对啊，真的很不堪。真的，哎，你看看人家长什么样子。还问别人好，不要再讲我了。所以，赵哥，你后来再来，你现在是不是宿醉的很严重？不是。赵明先，你后来再来康熙的时候，有一部分就为了再见到小 S 吗？当然。我觉得跟你们两位都蛮开心，所以你来上节目是有抱一丝期待，就是说，哎，今天又可以见到徐熙娣了。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所以你是说你眼中完全没有蔡康永吗？没有，那是又不一。如果我跟蔡康永一定要救一个，那当然是你啦，那还在讲吗？所以蔡康永死没关系吗？一定要把剧情讲得那么决裂吗？这样才会卖座。赵哥，这事听起来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根本不要讨论他。我想到问你一件事。加油加油！不好意思，请。没有，就是说，我一直有个小小心愿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就是说，过节目结束以后，那个可以跟你合拍一张照片。就这样而已。哇塞！合照我们不是有合照过了吗？没有了，哪有？从来没有跟你合照。合照 OK 的。可以吗？我以为你要跟我做什么要求嘞？没有了，就拍照就好了。不是现在这边拍啊，我有经纪人，我经纪人会拿相机拍，等一下拍给你。你的要求就只有这样子哦。嗯，拍照完。还有，他要拥有你的签名照。哇，很 OK 啊。可是你照片上要写“亲爱的小赵”。我硬着头皮写得出来。不要硬着头皮，要出于不是哎，对嘛？你应该，你看他帮你准备一张好漂亮的哦。不要，应该是那张吧。这不是我常见的对应。他都能送粉丝签名照，送这个，这个很有魅力啊！小赵，别闹了。哎，不会，你这表现蛮可爱的哦。只有我做才可爱。亲爱的小赵，哎，你可以给一些勉励的话。希望他跟伟，我签给我的粉丝都这样。希望他跟伟忠哥好好在一起。加油。我讲不出好话哎！这张，两张都可以。这张要写甜蜜一点。对了，我要你。谢，加一个字。哈哈好了，赵哥，人生要加油。谢谢。不要了，不要，这样就好了。他要抱，他手已经比出来了。那这样就可以了，真的。赵哥，真的谢谢。不是，不要这样子，真的好，这样就好，真的。给我滚开！不要这样子，这样真的不好意思。太有让我笑
样追着你跑的。但很值得庆幸一件事，就是说有一个这么 man 的粉丝那么喜欢你啊，又那么红，又有知名度啊，又有主持节目，你应该蛮开心。你不应该一直糟蹋我，怎么会叫到你们家对面楼下去看我去被车撞？他很好聊哎，他什么都能聊，他从蛋挞挤多少钱到这个狗屁话题。所以如果我差点要被车撞到，你会扑过来，然后宁愿你被撞也不要我被撞吗？对，他每次问话都问那么极端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。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你会为我而死吗？应该没那么严重，断条腿可以，死的话有点严重。跪下来，你让我亲手打断你的腿吗？而且我会出来跟我们讲说，哎，赵哥是我干爹，我们就要跟他鞠躬，哎。不用啦，没有，不用吗？他不用不用不用，他会仗着你的名号在外面就跟人家讲。不会，这个女孩子很聪明，她不会。真的哈、哦，哎，她好像也是双性，而且又没有结婚，没有小孩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意思说你这个喜新厌旧的狼心狗肺的垃圾。还一串，干爹跟干女儿的活动行程是什么？我们私底下没有。没有任何，比如说这次端午节，我也没有传简讯祝福他，什么端午快乐。端午节有人传简讯啊？有啊，我今天端午节就有人传端午节的简讯给我啊。一年三大节庆，端午、中秋加清明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清明节，过年了，过年，今天传简讯给你，我被逼疯了。非常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帮我按嘞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会，你坐等一下。哎，那我怎么不会不好意思？你不会打我了？不会啦，不会。都是打小人吧？你在骂谁？真的，你是我太失望了，对你，我太失望了，干爹嘞！所以旁边别人给我认干爹干。赵正平有没有带蛋挞给你吃？赵正平。赵正平他带了一盒送给徐熙娣，而且没有送给康永。你们洞要挖几个？真的是上一集的，这一集还在挖。赵正平，我不晓得你有这么的狗腿、啊。不是啦，罗姐，我今天身上钱带不够，所以。而且罗姐她买了一盒那个蛋挞，里面有六个，她竟然只给我，然后说里面两颗分给蔡康永。啊！主要就是为了小 S、啊。赵哥，赵哥，赵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没有力站起，他没有力站起来了，你没发现吗？累了。哦，这鞋活该吧！买什么蛋挞、啊？你这个败了，搞成这样，他都再也没有蛋挞可以吃。我跟罗姐同时被黑道用。你不要再弄了。我会自己死，什么都我自己死，我不会去面对，我会逃的。你说我跟罗姐掉进海里，你谁都不救，你要自己死。对对对，我也自己跳到海里。那罗姐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就跳到海里，我不会游泳，我就先死了。你死龙岗也不是也死了吗？你是不是人啊？只能有一个，我跟罗姐，你要谁？不要再挖这个洞了，好吗？我就要让这个戏给毁掉。张振平，徐熙娣跟罗美美谁比较漂亮？当然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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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个困难题。我气死我了啦！影音厅呢？嗯，录影前先送礼物给小 S。怎么这样？哎呀，这个思想是干嘛搬上台面啊？不是同一个起跑点上。我是跟你们讲哦，就是只送小 S 不送我。哦，好像是这些赵哥是人行为，这是在追求，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是记那个什么事件之后吗？那个记蛋挞事件之后。熙娣，以你多年被男孩子追求的这个经历，送香水是什么意思？送香水是喜欢。哦，那送内裤是在一起。那下一次通告就是了。弟弟们要听一下那个卡片的内容。好，要，期待。S 妹妹，哇，我也很为难啊，你们不要讲。
我第一次送大牌生日礼物，然后后面加两个字，呵呵。是啊，呵呵嘞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红到全世界，你的赵正平。你家的。赵哥，你怎么又来这一套？哎，你干嘛这样为难我啊？我就已经嫁错人妇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贵妃，那个麻烦导播，那卡片要特写，有些是康永哥乱加的。有没有喝？有没有喝？喝喝有没有写你的赵正平？他的态，我念一遍我的态度是说 ，S 妹妹，我第一次送大牌明星生日礼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？哦，好浪漫哦，好可爱。好了，你帮我。好好，所以闻味道嘛，对对对，是哪一种？是爱的味道吗？你问。哎呦，很香。是自己去买还是你我自己买？你不会是把粉丝送你的转送吧？你们6月14号在内地表演嘛，对不对？那他那一天生日，所以我你怎么会记得这件事情？那天你记得所有演艺圈的人生日吗？没有，记得他那天跟我讲。你只记得小 S 的生日。你们都没有记小 S 的生日。不是，我们今天赵哥，我们记得节目公开这样，你到底是回之心？没有，就只是一个你想泡人妻，对不对？太下流了，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，还亏你是读书人。那你这种事要做出来，亏你是制作人呢。我知道，他喜欢他的感觉，喜欢他送我给他 OK 啊。可是我的，那你叫人妻如何自处？对啊，你这样，我收了香水，我喷了，然后我老公闻到说，哎，什么新味道？我说是赵正平送的。你说这不是很尴尬？你把它丢了，你现在把它丢了，不要等，这卡片要不要撕了？不要撕吧，不用讲。不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味道等于是专属于你。我讲了，我都嘴软。你们懂不懂？就是味道是看不见，可是闻得到的，所以就等于说。S 的先生在搂着他说：“明明看起来就是一对好夫妻，可却一直有一个别的人的影子在中间晃来晃去。”自比，而且这个味道的记忆是最久远的，真的深入肌肤。我出门，我只要一碰，我就觉得啊，赵哥在我这边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再拽一次，我看看他再做一次。来，我们从侧面看比较。我们晚上还有小鹿来我们。我出力吗？依然要过来，那镜头要不要出力？赵哥力与美，力与美哦。我不要，最后一集我跟你讲。然后一二三就开始。加油，赵哥！去走，去走，去走，去走。高没跳，完蛋！赵哥，你以后要表演这个。高没跳，现在知道。1、2、3，中！1、2、3，中！上了康熙之后，他整个人更活跃，对，然后他决定活出自己，所以他就彻底的在那个电脑前面把上衣给脱了。我们今天的发型真的很好，还好这样够，我跟你讲，跟我差不多。我跟你一看，都我们俩撞头。你这个头很瞎，你看一下。欺负你吗？算了，有吗？严格讲起来是，所以你有在不开心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太聪明哦，一个当白脸，一个当黑脸。是康永哥他不可能欺负我，因为都是男生，他知道女生他是吗？绝对不。你跟他撞头，不是我跟他撞头。所以他来欺负我的话，他知道我不会打女生嘛，也不会那个嘛，对，所以就算了。是啊，你大人，大人大量。哎，还好还好。其实赵哥是喜欢我的，因为他如果觉得我欺负他的话，他也不会自己自掏腰包买香水送我。对，那你们接吻哦。没有，他生日，他生日，还自掏腰
帮我买蛋挞送我，所以就是其实是喜欢的，是爱我。你香水有没有真的留下来，还是送人转送给别人？送给我婆婆啊，送给我婆婆，因为我婆婆她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跟我婆婆接吻？我们要请教你，认为罗妹妹几岁？才25岁而已。对嘛？哎呀，你这样，你输了，赵大平。妹妹其实就应该找机会争取跟她合作啊！你不是有在外面放话说你不想要跟她搭档主持吗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徐熙娣跟罗妹妹谁比较漂亮？当然是。不是我们搞的，是罗妹妹搞的。哎，她真的想到你巴掌哎，对不对？那一掌是真的。又打到，又打到。哎，你跟她，你跟她很熟吗？还好，我们都是录节目认识的。那也没有很熟，就私下不会出去玩的。我们不是她的 neighbor 啊。neighbor。不要不要，是干的。你没事，你不要讲英文。这又怎么了？你们肚子饿，今天要收工。你问了，他该讲什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不干你的事。他说我跟罗碧玲，真的英文老师在这里，老师在这里。你在讲说肝脏，他要讲肝脏。不是，我们是讲 labor。肝脏是 labor， 那你说 labor 是什么 ？labor 没有 labor 是 level 吧？哦 ，level 哦，好，那你 level 对，不知道 labor。你来，今天讲你来讲雷贝鲁好了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给你个机会打回来了。我给你个机会啊。为什么你什么人都敢惹不敢惹罗妹妹啊？对，为什么？罗姐辈分比较久啊，在这圈子，所以如果是其他的前辈，像贺一航啊、于天啊这些都不惹吗？不是都不惹，我们基本上不会在一起录节目啊。真的吗？怎么录节目？是因为 labor 不一样吗？程度不一样，是程度不一样。那你说你在别的节目进行听去的时候，别的主？你中了你的笑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中了你的笑穴？是吧？你笑不停了啊！干实在太好笑了！你在干嘛？因为我就想到雷某，我就受不了。节目交给你了，不用了。我真是笑死。对，通常不会讲年纪大啊， okay, 可以说成熟的一个团体，不是讲说哎老啊，不会的。所以我们是演艺圈唯一说你们老的人吗？比较直接是你， okay. 比较直接。你 leader 好吗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拜托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，就快结束，你就撑着点吧，撑着点。为什么每次赵中外你都这么高兴？我就说是开心果。讲到酒店，你是喜欢哪一型的？如果到了酒店，头发是直发还是卷发？长发吧。你要艳的还是清纯的？清纯的，像你这样最好。我一定点光全场，就是进来就不要再出去了。你现在跟我变相的表白吗？也还好吧，太好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到我的话，就现在把上衣脱掉。讲屁话，你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他底裤之后他怎么样了？就他很不高兴，就转头打过来叫我们站好罚站，然后他哭了。没有。没有哭，没有哭，就继续上他的课，对，就罚站了。你现在鞋头没在装镜子了吧？没有呀，怎么可能？可是讲真的 ，Debbie， 你是不是很想看我底裤？你一句话，你想不想？不可能啦！你不想看我底裤？当然不会啊！我那么不值得看吗？是。我就在给你看，我就在给你看。不要逼了，你看主持人。你有幻想过徐熙娣吗？叫徐熙娣带走，说没有是骗人的，当然有。有点你，公屁！你还想你还想讲什么你？恶心啊你！你还跟我讲，你还跟我讲，要死！对，你这说他，还有这边还有，说屈辱离奇啊！不要聊郑宝仪啊，这样大家心酸。我的意思还没讲完，我的意思是说。我幻想他如果说未婚的话，他现在结婚当然不行。你想跟我干嘛？你说，你还能干嘛？
你现在还能干嘛？你还凭什么讲我？我现在讲再多都是屁话了，你还能干嘛？对不对？不会有出现在你的梦中过吧？哦，这倒没有了。OK， 倒没有。倒是他的那个日历，哎，日历你又没挂啊？没挂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挂？我挂在哪个位置你不晓得？我回家看。赵兄今天有特别讲说，这个女生虽然是他心目中鼠疫的对象，可是比起 S 来还是差了一截。对，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已经不可动摇了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你不要那么不高兴的样子。从什么？是从你还你嫌我喜欢你是个累赘是吗？是啊。不然我要改变吗？那算了算了。你的身体已经被多少人看过来吸血啊？请问你是来康熙现场以后才对 S 觉得很可爱，还是说？你在电视早期看他节目的时候，早期嘞，我是多早期白光啊！你出道蛮久的、啊，对啊，那个那玩鱼新闻，你不会是跟我同时出道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比较晚，比较白的，他是比较晚了啊。就那个时候就看，哎，这个小女孩蛮可爱的。OK， 后来觉得，哎，姐姐其实是真的漂亮。姐姐啊，你这个 ，Hello， 太了解我。对，我知道。那后来就有机会上到你们节目以后，就觉得，哎，她怎么那么漂亮？嗯，这是真的。就是因为会喜欢跟欣赏，那我就是随便脱口而出说一说，我没想到制作人就当真，他说，哎，那不然来做这样。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吗？还是你在乱讲？认真的，真的喜欢。因为我当下有看到，那我才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女孩子不错。可是你说的喜欢是说真的，如果下了节目约她吃饭什么，你可以是不是？不会，再也不会了。那就不是真的啊。欣赏不一定说要有后续的动作。你们女生喜欢这种吗？就是空口说白话说喜欢，可是没有任何动作的人。如果那个人是赵又廷，我就会很高兴。赵正廷，干嘛？你是我唯一在所有那么多节目里面第一个表态，我说最喜欢你的。你现在居然这样讲，我会很伤心。我讲真的。可是好多人跟我表态耶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好了，赵兄，你是表所有表态的人里面 level 比较不高的耶。不要乱说。来，欢迎下一位。哇，赵哥眼睛很干呢。赵哥，帮我戳瞎。眼睛很干的赵哥，赵哥，你眼睛来了。来啊，赵哥！他现在在搭舞台剧，好社会吗？很痛。赵哥，来了，你眼睛好干哦。第一场我懂，好湿哦！快节目结束，你死定了，我不然推他半死。我不要脸。赵哥来上康熙有好几次，他都被我们气到，在节目里直接说他再也不来康熙。有，起码有两三次。有，可是还是一直来。被你们气的人敢怒不敢言的多了。他敢言呐、啊，他就说不来了。哎，有没有哪几次是真的有觉得我们刺到你的？啊，视讯的那个是有真的刺到，视讯是你自己做的，对的，但不要一直在伤口上撒盐嘛。脱了之后我们假装没看见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不要一直在讲了，不要讲，是不是？我也没讲你家暴的事情，到底真的假的？我都一个公司的，都一个公司的。我们今天要跟赵哥化解这段事情，所以赵哥要我们要怎么对待你才能够原谅我们呢？哦，不是对待，我觉得两位也有两位的难处，没有难处，你要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配合。哇！按个摩，按个摩，按一下，哇塞！哇！按摩不是掐我，你按个腿，你按个脚，你按肩膀，你得。哇塞！哇，你下场。好了，你开心了没？开心了没？当时不愿意上其他的综艺节目，是因为你要去忙学业，还是你要忙着当导演导戏，还是你要拍电影？到底是在忙哪一件事情？全部以上都有。对，你讲的对，所以就是顺便也就不上节目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导火线。真的假的？好严重。我真的不是小心眼，实在是我那次受伤。
太重了。我其实我上那么多综艺节目，什么节目效果我都知道，可是我最在乎的是两位，结果两位居然这样子，所以我也你说我们应该看着你的食谱说天哪，这个食谱太精致了吗？也不用这样，但是不用这样，但是这节目很豪迈，符合男子汉的风格，阿内得地了，阿内得地了，而且那食谱真的很方便呐、啊，菜色都是简单却可以填饱肚子，最怕楼得拍几回，现在讲这些都没用。你现在讲，观众看，看赵正平就是那么肚量小，你们何必这个时候再挖洞呢？不用了，你本来就肚量小。现在不要再讲，现在不要再讲，现在就不要再讲。所以如果伟忠哥没有请你来的话，你要封杀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我什么咖？我封杀你们？不过也算是封杀。所以你是看钱吗？还是不是看钱？我觉得是一个美感。那刚刚按摩过了，应该就可以解决了。当然。我觉得两位也是很能够啊，怎么讲？能屈能伸，这句话讲得太好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封杀你。为什么？你放那个脚，就还这样吗？你以为只有你会封杀人呢？我爱上空气。可是其实我们是很想念你的耶。我不相信，真的。真的。发誓。这半年来，我们都会说赵正平死去哪里了。就是说奇怪，怎么都不来。不，有他有时候会模仿我。制作人被我们骂，制作人被我们骂，骂死了。就说 B 组你怎么会请不到他？对，没有啦，怎么会请不到？当然请得到啊！你要我天天来 OK 哦。也没有啦。那你讲那个屁话干嘛？他有的都应届毕业，十八岁就读大学了。那十八岁的女同学的青春有没有吸引到你？完全没有啊？为什么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啦。你真的没办法聊不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说像这种人妻爱，我们还加紧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那什么语气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你这种臭老头，我跟你聊天已经很勉强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这死人妻也没好到哪去，也生了两个够了。你才发胖了你，我眼睛都看不到了，我看你。赵兄有一件事情要跟 S 抱怨一下。也不要说抱怨啦，其实我们也不是什么咖，不过看既然是事情哦，已经。就讲一下哈，就是说其实我怎么样怀了你的孩子吗？哇，那是错，我老公杀了我才讲什么样子？你老公杀了我？除了这种事之外，有什么好值得你在那嚷嚷的？也不是这样讲，因为说每一个人、啊、你又不是什么咖，你有什么好在那？你听我讲完了，你不要做效果，做那么 over， 你不要做那么 over。我是说，这个我啦，心目中其实有一个位置啊，是一直给了一个人啦、啊。哦，当然远超过所谓的爱情那一个层次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没那么重视他就对。对对，那这个位置呢，也很久了，一直那个人都没进来，我就觉得会很奇怪，就说哎，当然了，后来我自己有想象过一个状况，因为不好是我先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 S 都已经结婚啊，有小孩了什么的。对，你那个位置是给 S 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是什么？是一个神？因为他已经超越说，即便是我以后，你说心里有一个神龛这样的地方吗？什么样子的椅子？什么样子？那个位置啊，心目中一个位置是给你，那就有后背吗？有。好，你问他靠背倒不重要，重要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，我请你全家大小吃饭啊，还是什么的？你是想要杀死他们吗？不是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交朋友要交到某一个程度以上，对吗？要升级就对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只有在节目，我就觉得在节目有什么了不起？在节目跟我路人多了一堆了，我也没理人家。所以你说我哪里做的不周到了吗？比如说微博，对不对？我关注你八九个月，你也从来没鸟我。我早就关注你了。我不相信。真的，关注你了，你根本没有在乎。你屁！真的？真的吗？我刚才在化妆，你刚才自己在把那打掉我，什么烂招？讲真的啦，你真的是有在气我没关注你吗？对 ，S， 我跟你讲，赵哥有多幼稚，他取消对你的关注了。你取消？你手机拿来，我也要取消。所以赵兄，你有办法察觉女生在跺脚这件事吗？女生跺脚大部分有的时候是开心啊，或者是比较或者是生气，真的气的。你那个跺脚的态度是一下的，那个你就知道我他是来真的。因为他如果被小孩子欺负，他就会跺，他就会急的气急败坏，就会跺脚。对，所以观众如果再看的话，会比较可怜刘真，会觉得小 S 比较欺负，是比较有力量。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
体积吗？你那感觉像肉料，你知道吗？肉料，面有，好白哦，蛋白偶尔为之，真的很棒。可是这样有漂亮吗？就看更像厨师啊。又像厨师。嗯，有没有感觉滑滑黏黏的？嗯，赵哥现在好无助哦。你有没有紧实感？你自己说。嗯，有没有？你不能讲话，对不对？他不能讲话，不然会有皱纹。对，你讲话。哦，对，这个时候不能讲话。那多久呢？大表情，一般大概15分钟左右。赵哥，你现在怎么会胖成这样？坐在这，你坐在这有多？我觉得我对赵哥真的非常的好。怎么说？因为有一次我去北京工作，然后记者就说你访问过那么多来宾，你最喜欢谁？好，然后我想了好久好久好久，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赵哥还不错。然后他们就说是赵树海演技真的很好。真的假的？乱讲。你应该知道赵哥是赵天平吧？其实我是私底下偶尔会意思意思夸奖他几句。这为了什么？怕他不再爱你吗？不是，就真的脑中会时不时的，如果要问说对谁有印象，会浮现他的脸。嗯，这样也不枉费他对你一片真心啊。对，内地的媒体、平面媒体访问我，我第一个都是说最喜欢是你啊。现在是要拥吻吗？是不用这样，是不用这样。你说我大概就是这样。他的整个眼睛就是那种所有女明星想要那种水汪汪的那样子。这个路线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哎，赵哥现在心里在幻想，把他推到墙上去狂吻的时候。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不要表情，我会出事情。你不要看表情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出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我比较自私一点讲哈，今天这六位来讲哈，我比较会想要美照姐的声音，知公明的脸。白白的身形，这位先生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人没有完美，没有人可以像你这么完美啊！把这个六个人凑起来，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女人。该又在缝隙中跟我示爱吗？是啊，厉害！你这因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错过一个小细节，可是我上次有亲眼目睹，我真的很吓到。就是上次有一个爱装无辜的新人女生在这里，然后她不是一讲话就嗯，谁叫我嘟嘴嘟嘴，对不对？结果大家就是一直在烦她嘛，然后小 S 就模仿那个女生，就说哇，真的那个这样。然后你知道赵哥当时在你对面怎么样吗？怎么样？赵哥就一直在狂吼说：“小 S 你不要这样，你再这样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。”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不要乱表情，我会出事情。你不要乱表情，拜托拜托，你不要出事情，我跟你讲。你没听到吗？是了，意思就是他的兽性已经到了爆发边缘。所以我在演，他就你在演，他就要衣服扯开，他就要冲出来了。你干嘛这样，赵哥？我好害怕。好，够了够了，不要再讲。你真的你随便逗弄他一下，他真的整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其实我当时有听见，可是我尽量把自己耳朵关起来。他在电视上公然讲要出事，怎么样？我是很脏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那个太兽性的示爱，你让我不知道如何跟你回应。对，你也不要故意那个会。我没有故意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赵兄六个的优点加起来都抵不过一个小 S， 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把这个六个人最好的特色集结在一起就会超过他了。可是不可否认，就是等于说，以他的姿色来讲，再加上故意做那种装无辜的样子，就太令人受不了。死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会死人。可是我真的不会装无辜哎。你想要我捏你？为什么捏你脸？我主持都是很诚恳啊。康哥，今天你好像没有介绍一下我来干嘛的呢？对，你来干嘛的？不。我是不是来鉴定他们是不是小三还是什么鬼的？什么鬼？自己干嘛？对不对？你要 follow 一下。可是你他们来我们节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待了一整集啊。
我们就是多增加一点你跟小 S 见面的机会而已啊！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以为我跟汉典一样，你是零头姐，你不是林黛玉，吓死人了，差不多快变零头姐了。所以他是我今年生日第一个送我礼物的男人。我去年也是第一个送你的，你自己讲的，去年送你香水。所以请问身为已婚妇女的我，到底要如何处置这样的情况？这个就是你应该坐这一排。你也是属于我不是狐狸精，对，因为你是在瞎勾引人啊。我没事勾引他干嘛、啊？不止他一个啊。不是你粉丝那么多，我就是你粉丝其中之一，有什么不好？有什么不对？你当粉丝就好了。粉丝的心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，你也相对你也不能伤害粉丝，因为我们会很容易受伤，会觉得如果粉丝在你偶像的生日送了一瓶酒。偶像起码会抱他一下，啊，我不用这样，我讲真的，其实看他开心的那个微笑啊，那一刹那就够了。这样啊？是不是？他们要的不是什么，可能就是一个回眸的微笑，或是一个签名。粉丝要你回眸一下，所以我们应该先往这边跑，对，这样吗？昨天才从内地回来，这两天去宣传电影，全部被人家攻击到要死啊！什么事啊？你大吗？就说我脖子没有，都是你们。是拜康尼。谁？怎么可能？你都是爱你的粉丝，怎么会讲这种事？媒体记者会问啊？真的假的？是开玩笑的问还是恶意的？当然是开玩笑成分居多，可是问起来就会不开心啊，就是心里面想，我真有那么胖吗？你不是胖啊，你就只是这边大而已。这边为什么会大？还好吧。这边有吗？因为就是每个人的脸型不同，你何必在意呢？是哦，蛮像蛤蟆的。招财，我要讲的是招财，你有听出来我背后的那个？招财有很多东西，就是不一定是蛤蟆，知道吗？你不会还要他嘴巴里咬一个钱币吧？他们说，你现在粉丝多少个？我不问我没事，问我又火上来。我们去宣传鸡排英雄嘛，干你屁事！真的假的？一讲完，其他全部别的记者全部笑出来。哦，那气氛是好笑的。可是我就觉得他一直弄我，我就当然弄回他。你下次去，你可以增加一个亲切感，说干你屁事啊！好吗？记住，不要点赞。赵兄，我每次看你被 S 那个调侃的时候，你的表情是，你是在又爱又恨吗？你们自己想想看哈，你们在座每一位都有粉丝，你们会对你们粉丝这样吗？你们粉丝对你们那么好的时候，你们对你们粉丝出言不逊吗？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常常伤害他的心？就是啦，就是因为很喜欢他才会弄他一下啊。这话听起来好甜蜜哦。嗯，哎，那不是这样讲。如果你比如随便讲哈，比如说你用别的方式对我好，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表达。别的方式对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比如说一个关注的眼神啊，或者是一个微笑啦，还是什么？给他一个关注的眼神。对。你今天夸完。又要有两万人去到那边刮哎，赵哥已经想开了，他现在觉得这是招财的象征。对，因为哦，不能讲蟾蜍了，蟾蜍其实在中国古代来讲是一个招财纳福的。对，所以搭计程车下车前120块，说哦，你等一下。我想掐死你。我真想把你掐死！可是你已经原谅 S 了，因为你对对，你又立刻登了他的美丽的照片，对对对，而且他登你的美丽照片，还自己加上呱呱呱三个字。我没有，我说呱呱呱是他会呱呱呱。哦，你想要讽刺他？对对，我们都读错了。一个会呱呱呱的美女，一个会呱呱呱的美女是他。所以回家有生我气吗？不会，回家就小一点呱呱呱。赵正平先生最近的微博上面呢，又拍了8月份的月历女郎，可是如同往常一样，就依然是
徐熙娣小姐的照片。谢谢。哇，你就是每个月，你每个不厌烦吗？我没有每个月拍都是她呀。我没有每个月，其实我是要报复，那种报复的心态。什么事情？就上次讲我那个事情。什么事？哪一个？反正就是那个。对。我真的有那么胖吗？你不是胖啊，你就只是这边大，蛮像蛤蟆的。下次去你可以增加一些亲切感，说干你屁事啊，妈妈妈妈。我气到，结果忘了。我还想了一首歌给你唱，哎，你以后有主题曲，哎。什么什么？一只蛤蟆，一张嘴，两个眼睛，四条腿，乒乓乒乓跳下水，呱呱吃水，太平年呱呱呱呱吃水。我跟你讲，小 S 陪你走台步了，应该来。这我要他专属的背景音乐哦，我一起青蛙了。你要欢迎我们啊，我们要一起唱那个歌。我们欢迎时尚教父赵建平，还有时尚天后小 S。一只蛤蟆，一两个眼睛，四条腿，乒乓乒乓跳下水。蛤蟆不吃水，呱呱太平年。蛤蟆不吃水，呱呱太平年。真的一些经验，我可以哇，太多了，我跟你讲，赵哥你才臭脸嘞，会吗？你不笑就凶死了。有臭脸女生，相对也有臭脸男生啊。哇，男生臭脸好像被认为比较。那请问有臭脸蛤蟆吗？接的也没什么不好，反正。赵哥，用舌头接住。他舌头射程有这么远吗？因为他现在太大牌了，他不允许别人在他的化妆间。那这样也蛮好的。你如果跟赵哥独处，然后他从喉咙拿出一个那个钱币，你不会觉得？他就从那个喉咙那样拿一个钱币，你不会觉得很吉祥吗？啊，我会觉得很吉祥，但是我应该不会看他。很吉祥。我应该也会。哎，赵哥你就练这个吧，尾牙会很受欢迎的。你疯了，变钱币三。可以，赵哥。在哪里？你这边空间那么大，怎么会变三？各家可能的，有心你什么都塞得进去，真的可以的。这是励志节目。请问一下，像 S 一点都不臭脸，可是就是你如果追他，可能会常常被他整，他常会倒过来给你一耙子或什么之类的，这种伤害比较大，还是冰山美人伤害比较大？哎，这要想一下，因为你一直拿热脸贴到 S 的冷屁股啊。应该是 S 这个比较严重。真的吗？所以你比较不能忍受我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脚怎么了？你没有注意到我的脚？他关心你耶。对对，是跳舞。你要用舌头帮我舔舐一下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坐我对面，我从上到下看了18遍了。你说不注意到那个脚贴一块？你每次来都不专心录，你都在看他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每次来的话，坐的位置，你用你贪婪的眼神从他的脸。没有贪婪，不要恶心，用贪婪的。你干嘛穿这样？真的。你不知道我带个新的师妹，我们出了唱片了。所以你这里面有穿胖胖裤吗？我脱给你看。我不想吓到孩子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吓到孩子。下巴的部位你要测试一下吗？是有做东西的。你现在好很多，不要再弄胖胖妈妈。我们有拍 MV 哦，我们不是只有唱主打，我们拍 MV 啊。真的假的 ？MV 导演 MV 里面不会还谈情说爱吧？没有，我就很钓虾，就很瞎。钓虾。这话你也说出来，简直自取其辱哎！导演哥哥，钓虾哥，等等，导演 MV 钓虾。这很高呀。这你不是在里面有念 rap 吗？你为什么钓？人家也被钓不起啊。口白也要用对嘴的，对，很难呢。我记不住啊，我每天事情那么忙，因为我就光顾你那破节目而已。我也很累，好不好？赵哥，因为口白是在念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对得准？对呀，可以，因为那个旋律到的时候，我自己他当过电影有大字幕。
记得他第一次讲我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怀孕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七月的时间，没错。我后来有倒算那个时间回去，因为我曾经因为你那次在讲我这个时候，我也掐了一下你脖子，然后嘞，你好像说不要掐不要掐，我那时候没有会议过来，你怀孕了。后来算的时间，你跟媒体知道以后，我说你那个时候怀孕了。不是赵哥，不管我有没有怀孕，你掐我都会说不要掐。如果他问你说，我脸型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？我刚才就提啦，我就建议他说这边可以抽一点汁啊。可以这样讲，但是说实在，抽一点汁，你说那个青蛙里面有汁。所以如果你在别的节目还没有主持人敢开这个玩笑，是不是？有，但是大家看我脸是垮下来了，就没那个。你脸是有垮，本来不就是在那边吗？我讲的是有根据性，你现在可以垮下来给我看吗？怎么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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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别形容戏。你很多来的朋友，他们就是想要吃台湾的餐厅啊，谁要在你家吃啊？不是，那是有自己有把握嘛。因为赵哥可以在锅里下迷药啊。对，吃完以后再去洗澡，好吧？油压。所以那个阳明山的，你为什么来张姑娘？这是要的不是因为在家请真的太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可能来五天四夜，他干嘛要吃你做的菜？不是，你天天在外面吃，他也会腻，他也会觉得，难道你这么说你会做，怎么不露个两手看看？没有，可是因为对不对？因为你要让你要讲的是露个两点吧。这是你无缘的背书。我说你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。我是一个粉丝，我很喜欢他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跟那个妹婿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每一次来被小 S 欺负的要命，可是他每次回去呢，都还是一再表达他有多喜欢这个女生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姐姐真的比较好，我比较喜欢。真的吗？人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又有气质。真的真的，可是我妹她下一集就要来录，她在后面 stand by。其实还好，她就三八了点呀，还没关系。我觉得赵哥，你有没有很怕我生完第三胎身材走样？其实没有，我今天仔细看你一下，跟你刚刚又仔细看，啊，坐那么近，怎么看不到？你难免我在看你们时讲话，哎，就看。所以你整集都在打量她的身材。你来。不是，会看一下，就是跟之前生第二个好像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变化。所以盛主人在聊天的时候，你一直在看我腿。没有，盛大哥讲话我就看盛大哥，谁讲话我就看谁。他今天有做一件事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没事没事，真的。又背着我做什么事？是不是？没有了。就是我今天走进中天摄影棚之前，就一下车，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过来说，赵哥有礼物要送你。我就说那这么贴心。走进摄影棚还没，还在大楼的外面。走进大楼前，我看到经纪人在门口，我说你怎么在这里？他说小 S 要来了，我说哦，好，那就顺便等一下。你好贴心哦，赵正平。然后你等待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小 S 开门，还有陪我走到那个化妆间闲聊了一下。哭了，我的妈呀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种鸟事你做得出来？是啊，因为他不是这种人啊。这很深情哎。对，我其实内心非常感动。他对他爸爸都没这样。生过三个小孩的女人，真的不要，真的没错，真的不要不要。他在问你问题，他问你。我是不介意了啊！你这个好像快炸开了。很松啊！我不是说我瘦了吗？瘦了吗？好啦，真的很感谢赵哥这么贴心。谢谢。小朋友们真的应该要注意一些礼仪，是你们很在乎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这最少公司大家都待那么久，总有个伦理嘛。那如果真的不长眼的话，我东西拿去摔过去了。他们应该是要尊称他为瓜大哥吧？我这个会被你害死，你知道吗？搞得我都快疯了。他就会看，然后每次就说：“哎，这很适合我，这很适合我。”然后可是我明明要发型了。我觉得如果主题是那个夏季蚊虫多，他应该很想。大家都拿出警察票，就说我是电蚊拍，我是电蚊车，我是这个对。我觉得人哈，总要学着自己会长大，你知道吧？糟老头，对，什么东西？糟老头，你像那颗
特异功其实就会很奇怪，就会那个。你讲他什么？对不对？糟老头，你拍的戏我不一定会看哦。我没有要你看。我觉得你这出戏会不会入围很难说。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。你觉得赵哥现在看起来跟剧中的丁强哪一个年纪比较大？我觉得丁强应该比他小很多吧。气死了！他如果没有谈恋爱，可是身体越来越崩脸，越来越崩，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他就一定是要给某人看吧？没有，你他在看你，是给我看吗？没有录影的时候，你有看出来他崩了吗？还好吧，假崩。我觉得他皮肤好像有变比较白。有，你有变白了，这样保养。可能是今天化妆师帮我妆化的比较好。OK。还说是回光返照啊。我们可以聊聊别的。那个脸配上翻白眼之后，很厉害。不好看是不是？没有，很好看。很好看。你讲出来，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不好看。你才丑了。那香老师他有错吗？那时候真的不好，现在好 OK 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瘦了之后，我知道像什么，像蝌蚪。肉身的，因为你头变很大。我是看康熙美上跟他对嘴的那个吵架，那个对嘴很好笑，然后他都发火那个，我才认识赵正平这个人。所以赵哥，你回去都有在想 S 跟你对话的每一个甜蜜的画面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开玩笑，小孩都生三个。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到家，饶了他吧，饶了他。出来干，你被骂是活该，你讲他老女人，老女人，那你还知道男人？你臭老头，你讲他老女人。臭味都传到我这边来了，你简直！放你个屁！我这么相信的。他说放你个屁！咸味，他说放你个屁！热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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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闹。所以你这张漫画有保存起来吧？有。OK， 高兴就好。也还好，还好。臭蝌蚪把你踩扁。那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可以了。哇！不能说你输到有人代替你，没道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话才会對让你好过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会让你变得更帅。相信他一次，相信他一次，相信他一次，这个人可以的，面恶心，相信他一次 ，S 很喜欢你的，对，我会让你变得更帅，真的嘛？更帅，如果没有会杀了你。好啊，我想一个，把他全脸涂绿色。大哥加油，好，来，来快，你最好是。OK， 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样不是小很多吗？帅，哎，休息耶，还行，收敛呢，看起来很变小嘞。对啊，你看这帮我打层次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对啊，没有，收敛呢，这样轮廓线变得很明显呢。OK， 帅，好年轻，好多，漂亮。我觉得他的志愿是当整形医师的，赶快进行下一个。好好，来换我。哎，赵哥，麻烦你，我也输了。可是他已经罚下毒咒了，所以画他。你那么怜香惜玉，我想你会很客气。没关系，我没有什么颜色。我刚才画你是很客气哦。我会害你吗？我是让你变更帅哎。那这画不可能变更美，怎么办？我画都变不了更美。来，来，来。够意思吧？可爱了 ，OK 的。没有人像我那么对那么好，你也猜错哎。你刚刚不是也是在猪妹吗？对啊，那你应该啊，我知道这个客气。你这就不是客气，我这客气真的，一比就好。一比，你当我第一次来这边录节目，你当一比就好久啊。哎，我对比画质哎，你手自己漂亮比较好吧。好嘛，你呀，你呀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想要杀了你！我想你看。哇，帅气帅气，拿掉也可以。哇！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惊吓些什么？桃花眼？不是，你们在诡异什么？因为在流行微整形的这个年代，我已经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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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看到那么大的双眼皮。医生下的是不是太重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还好吧。因为你知道现在都是流行微调，微调，对，我们本来就不是偶像啊，因为玉林哥就知道。裸背，对，裸背，裸背，裸背，你自己烂就不要拖人家下水啊，裸背。有在家里面大概每天做200个仰卧起坐嘛？所以你是有一天打算要在网络上露肌肉吗？也不会，
因为还是没办法像现在年轻人很快就练到什么人鱼线啊，或者是六块肌，我们比较没办法。OK， 你人鱼线练不起来，可是你至少缝线是很他是割的啦，好久不见，没事没事，你的嘴还是一样贱，没事没事，冷静冷静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叫安东尼吧。Anthony， 你可不可以聊一些跟戏有关系？要不要听你讲点以前没的五十三？搞不懂，我好不容易改变一下形象，马上你真的很糟啊！你现在这算成功还是失败？我在医生的眼光他是说成功，但我自己看还好。我自己看是还好，我觉得很像混血儿啊。有，你们也没那么混，你安静啊！你不怕跟你无关，我很羡慕你。好，我给你盖小皮哦。好啊。我都觉得我接下来全程要用 English 跟他访谈。We are 国际。Anthony， Where are you come from？ 你是九官鸟吗？怎么就跟你叫？你去割的时候，一定叫他割大片一点，还用英文说 as big as possible。你知道上场那天一定记得嘛？那随着你演出场次如果多一点的话，你干嘛？不是专心专心听来啊？你在看他这样吗？因为我在想说，这样怎么把它翻成英文 ？We're talking about the man。小心，不要介意，真的是成功，可能快忍不住了。用英文跟他对几？对了，对了，我就不会啊。你要干嘛？What's your name? How are you? 你眼皮割了，你英文要赶快加强啊，不然跟不上眼皮的这种程度。我现在是安东尼，我到这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快快快，放弃了。那我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男主角也是跟你。大概就这样，谢谢。应该不是花花公子吧？帅帅的，帅是双双公子。你真的很帅，我也这样很不礼貌。你要不要讲几句话？啊，好，我想加入他们的团队。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因为找那个梁静茹，太贵 ，OK， 付不起。就在苦恼，就在这边 murmur， 被他知道了。murmur， 他开始放讲一些英文了。开始了，因为他以前不太会讲 murmur 的。对，他不能掩盖他混血儿的本性。所以就他说他有一些词曲。他脾气好好。对呀、啊，完全放弃了讲他。对，就让我们听。词曲啊。对，然后就是 demo 寄给我们听，听个大概两天，我对那个歌曲。你说梁静茹很贵，有比你割这个双眼皮贵吗？哇塞！硬要凹在这上面，哇塞！哈，没有，我很好奇，这样多少钱？而且，是不是这个戏的预算很紧，就是因为他预算一个专业而已？那有一次我就梦到说，哇，终于可以好好尿了啦啦啦 ！Too dramatic，too dramatic， 很久没看到你了，不然夸张成这样子。我真的夸张比一年前还加倍，是哦，对，吓到我。他现在是嘻哈歌手，然后就 My God。Oh my god！ 讲英文。我喝水，谢谢。他现在小腿比你窄很多。对。我本来腿就不粗了。你下半身是真的靠结石，还是你有抽脂啊？你有病啊！我没事抽什么脂啊？你连眼皮都割成这样了。不是啊，我不是。I don't know you, OK？ 合理的啦。对啊。你是法官吗？我是那事情需要跟你报告。所以你唯一一个镜头是什么？被一个在手术台上割眼皮，不是纪录片。你笑得好开心，你看看那得意的笑容啊！好久没有笑，好了，让你逮到机会了啊！因为我很想念你啊，最好是真的。啊，你那场戏是演什么？没事，好心提醒你，你快滚！用棉花棒卸妆的戏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讲那场戏是演什么了？认真的，很好奇。我就演一个被中年大叔割双眼皮的。你眼睛又只能像赵正平这样吗？我做这个卖动起来，屁事啊！没有，因为他刚才说他是微调，可是你是超级大。你点点啦，没事没事。你是大哥退哥，你现在已经很自然了，很自然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赵哥现在只要不提过去，应该没有人看得出来了。不可能吧？没事没事，可以叫出来叫出来。可是你有觉得桃花变更旺？啊，这倒没有了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还是
就平常正常的工作而已、啊。可是你现在不是桃花眼吗？你够了！你们看，今天也是这种，很好看，很不灵灵的，对，而且都没有肚子哎。那你双眼皮几公分宽？好久没在节目上打了，你告诉我。可是万一你娶了她，然后十年后她的眼皮就下垂了，可是你还是在那边，那你就会嫌弃她。我也会叫她去割，好吗？终于惹火了，放弃了。要讲多久？讲到你孩子读大学还在，你根本不就是希望我们聊他吗？之前是这位同学扛过，你也扛过，这次要换我扛了，轮流，不然每次对都他被记过打到死啊，所以总要是我，可能有的时候运气不好，都不是这些同学手，我是比较大的那一个，其他是学弟，那就是说我带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就推给学弟，看长相也知道是你带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以后没有人敢跟你在一起。我觉得当时你的老师应该万万没想到你将来会割双眼皮。男子汉竟然会割双眼皮，你可以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你是赵哥目前的导师，对，这牛肉干吃一点还不错，味道不错。因为他可能看到讲台那个洞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一个双眼皮的眼睛，魔眼的 eye。你是不是很希望我摸你？当然不要。你摸我干嘛？变态！不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们今天是情侣装了啊！哇！出去逛一逛。你哪里最有自信？这边侧边的腹肌这边嘛。哇！子弹肌嘛。你不要，你放松。你这边有凹进去耶。对对对，因为滚轮。是不是被人家偷走了？这是刚还是谁？我每天早晚有没有肉？早晚紧啊。它这边是凹下去的，那就成功啦。然后，可是这边是肋骨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也不算肌肉啊。哎，这是骨头哎，所以骨头没有。它就是脂肪消除掉才有骨头露出来。对对对对，才有办法那个嘛，对不对？腰间赘肉也消，有没有变得紧实了？没有以前，没以前胖。你有奶头干嘛？赵哥说他当时敢勇于呈现这个成果，是因为他觉得你也整过牙。所以他觉得你一定会有同理心，哎，想很好，对，他有那个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伤害他。整牙有什么？整牙跟双眼皮是不一样的事，哎，不是，你不止，应该也有很多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，但我们就不要讲。Like what？ 这都不是重点，我就是说，那你讲英文吗？对，我们要用一些，这就是重点。What do you want to say？ What do you mean？ 我意思是说 ，English。Try. I'm sorry. It's not good. Not good. 赵哥，赵哥太可爱了，可爱。I'm sorry.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干嘛叫安东尼啊？就他。我神经病吗？这个全部都能吃，这个是从意大利过来的。你们知道意大利啊叫冰淇淋的名字怎么称呼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欧洲人才知道啊！当然，欧洲人，因为他双眼很深邃啊。他是不是有个英文名字 ？Anthony。Anthony。刚刚这家的名字是啊，这家叫做……哎，你可不可以？我英文不好。他是英文。Costi Gelateria 是不是 ？Gelateria， 这要请赵哥念吧，他来自欧洲。你欧洲人看一下这怎么念 ？Yeah，Costi。Costi。好用，哎，你这破坏掉这个冰了吗？对啊，把眼睛整坨挖起来，受不了你这种人呢，真的没必要。最好看。你不要回来，我们这边这个好，一会儿还。
眼睛呢，好可爱哦。发热量太高。好可爱哦，你看他先吃眼睛呢。赵哥刚吃眼睛，我刚刚讲到吃眼睛，一直被骂。我觉得可能男生吧，因为男生看到眼睛，小男生要吃眼睛啊，男生吃眼睛要买可爱啊。男生吃眼睛，那男生吃什么？